为着让社区长辈会当在年终纾解全年压力甲整理外表，河滨镇蓝田社区发展协会今仔日举办一场免费的热联甲义诊服务，由彰化县消费性服务人员推广协会来为长辈服务。协会表示，因当年拢会派出人员到各社区为长辈义诊热联，嘛进一步显示学员的学习成果。蓝田社区发展协会今仔日伫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一场义诊甲热联的活动。社区理事长表示，长辈大部分拢较少出门，久来就较无咧整理家己的外表，因此有安尼活动，长辈拢非常欢喜。今仔日是咱彰化县吼消费性的推广协会吼来甲咱蓝田社区吼做即个义诊跟按摩的活动啦吼啊。过去吼，一两摆已经来咱社区吼，啊做了袂歹。咱的时段吼，搁咱的社区的居民吼，拢吼很乐意的在参加这个活动。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吼，帮咱按摩，帮时段按摩，还是讲意见的部分吼，阮的社区的时段拢足爱。所以讲，我嘛希望讲以后吼有这个活动吼，会当吼搁继续吼结合落去安尼，让咱这个时段吼受到更较好的服务。首先感谢内政部吼。拨出的经费，让阮遮新住民有这个机会来学这个技术。啊，嘛感谢蓝田里的理事长、苏美理事长，遮用心来配合吼，和遮地方上的时段，会用来遮让阮来加探摸，嘿，遮感谢讲理事长啊，有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啊，这么用心地为地方的时段来打拼，来做这些服务，啊，所以说，阮是彰化消费性推广理事会，所以有这个机会，真正是足感谢。今仔日希望讲这个活动会用圆满。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啦、酸痛，所以就过来。刚好我们社区有办这个俩联的，好好的来家放松一下。长辈有的选择俩联，有的选枕头膜。在还未轮到家己的时阵，就点点啊坐咧椅啊等待叫号。协会表示，这届派出的俩联师傅甲设计师，拢在协会内受过相当专业的课程训练，其中有未少学员拢是新住民。还是这技能上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做生意，是借由安尼服务，让因会当更加快速融入台湾社会。新中华新闻里面，洪和碧采访报道。